同学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由原声教育推出的2014年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家事辅导课程的基础部分第九讲。我们上节课啊讲完了普通话语音的声母韵母调值，上节课把调值的发法要领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主要是围绕上节课所讲授的内容把它巩固一下，把它巩固一下。那么通过教学实践呢，我们发现巩固这个调值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少量的词反复的固定，让它重复的进行磨练你的唇齿舌牙腭和气息以及大脑之间的协调。所以呢，我们选出了20个词，这20个词的特点呢，都是按照阴阳上去四个声调依次排列的。比如说中国伟大，它是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排列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认真的把这20个词反复的认真的加以锤炼的话，调值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那么我们对同学们的要求是什么？在没有发生语流当中的语音变化的时候，我要求20个词调值一模一样，也就是说应该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啊。这20个词，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中国伟大和山河美丽，你看它这种感觉是完全一致的。好了，那么由于语音教学啊，它是一个口耳之学，不仅仅是我给大家泛读你就能发现它其中的问题的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同学，然后呢在他读的过程当中我来校正他的问题，你们就会发现自己身上会有和他类似的问题出现。所以同学们认真听这个过程。好了，你来给大家读一下啊，我说停你就停就可以了，读吧，按照我刚才那种感觉读。好的，中国伟大，山河美丽，天然宝藏，资源满地，皆极有爱，中流砥柱，工农子弟，千锤百炼。好，到这里回过头来读第一个词，中国伟大，来读中国伟大。读这个中国伟大的时候啊，我们注意这个音频调，它一定是有起点有端点的，是中中中中，来读中，最后的时候这个中要结束的时候有一种顿住的感觉，中中中中中，来中，对了中啊，把它稍微拉长，中中，好一点啊，这个一定要有意识的去做。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不舒服啊，把它强调的甚至都不平了，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去做，要不然呢你的这个
语调啊，就到最后的时候容易下坠啊。有人发中中，这就不对了，是中中。来，第二个读国字，国国啊，国是这样的啊，国它越往后的时候，越往后的时候要把它的声音变大，也就是音强变强，国不是国，最后就弱了，是国国。来，国国，它不是国国，是一直推上去，国国国，不是国，不是这样，国国国，对，但是你的起调稍微有点低，因为阳平调我们叫高声调嘛，它是从三到五这个跨度，所以起调的时候要高一点，是国国，不是国国，你看起调不一样。来，再试，国国国，好一点。来看这个尾啊，嗯，尾尾尾尾，来，尾尾尾。注意啊，这个肯定很多同学也会犯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到这个尾后部的时候又着急了，非要甩一下，尾尾，不是这样，是尾尾尾尾尾，来，尾尾尾，好多了啊。再看这个大大大大，一定要又高又短，来试一下，大大大，好，所以这个词读起来是中国伟大，来，中国伟大，这个中开头的时候没发好，再发，中国伟大，这个中字偏短啊，发的偏短了，它排一个顺序是这样的啊，最长的时长最长的是上声，第二是阳平，第三是阴平，最后最短的是去声，但是你这个阴平调还是有些偏短。中国伟大，来，再试，中国伟大，好一点啊，但这个尾发的时候再自然一点。好，我们不深究这个词了，往下走，山河美丽，山河美丽，发的再稳一点，山河美丽，来，山河美丽，你看你这个最后这个地方，山山山，你就有一点往下降了，山山就不对了，山，然后河也是一样，河美丽，就一定是在它结尾的时候也要认真发完，不要我音还没发完，我嘴或者思想就先松劲儿了，这样就不对了。来，再读。山河美丽，美字有点拖，美
美，不是美，还横着转一段，这不对，美，这不对，美。山和美丽。好，来看下边的，天然宝藏。天然宝藏。宝宝，你看有宝，这不对了啊。宝宝，哎，对了，来再读啊，资源满地。资源满地。嗯，这里边讲一个问题啊，有人问说，老师这个读资源还是读资源，源还是源？这个呢，如果你在语流当中你把它读成源，这就有点过分了啊。但是呢，你为了把字符拉开，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把它拼成源，源不是源也不准确啊，源源满满地，资源满地。来，资源满地。阶级友爱。阶级友爱。这个友啊，不是友，是友，友友友欧，又这样了，友友友。对了啊，友爱，友爱。中流砥柱。中流砥柱。对了，工农子弟。工农子弟。你看又变成子是吧，这地方不顺畅。工农子弟。工农子弟。千锤百炼。千锤百炼。这个千发的稍微有点短，而且还有点抖。千千不是千就不发了。千锤百炼。千锤百炼。身强体健。身强体健。身字短，身身不是身，到这就不走了。身来。身强体健。精神百倍。精神百倍。心明眼亮。心明眼亮。光明磊落。光明磊落。明明明明，不要到最后把它憋住了，明就不走了。明明，它是一个敞开式的最后结尾，不是明憋住了。明光明。明光明磊
落。对了，山明水秀。山明水秀。OK 啊，渐入佳境了。花红柳绿。花红柳绿。哎呀，非常好了啊，都准了，不会。开渠引灌。开渠引灌。哎呀，不经夸啊，这个渠又最后憋住了。渠不是渠。渠。开渠引灌。开渠。不对。开渠引灌。OK。风调雨顺。风调雨顺。阴阳赏去。阴阳赏去。这个去没挂住，它不够高了。去。阴阳赏去。阴阳赏去。赏赏去。赏赏去。非常好记。非常好记。你看这个好，就不要无限制的拖长它，人家是有规定的。好，非常好记。非常好记。高阳转降。高阳转降。不是转安，是转。转。对了。高阳转降。注意这个阳平调，你还是阳，是阳阳，这样才好听。阳。高阳转降。高阳转降。对了，区别起落。区别起落。同学们要注意，给两点提示。第一点，阴平调的发法啊，一定要有起点有端点，阳平调最后不要憋住了，是啊啊，而不是啊啊啊啊，一定不是憋住的。然后赏声，比如说尾，它一定是这样的，不是尾 A， 也不是美 A， 美尾啊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去声调一定要注意啊，这里边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，搓口呼和合口呼的时候，也就是发 ü 和 u 的时候啊，韵母是 ü 和 u 的时候，或者由它们开头组成的复韵母的时候，一定要格外的高一点啊，因为搓口的时候人发不是很容易。比如说去，你这嘴如果不搓紧了就变去，应该是去去去啊，这样你的搓口和合口也会变得非常有力啊。区别区别，你看如果区区，嘴不用力，区这调肯定就低了。好，下面我读一遍你读一遍。好的。中国伟大。
中国伟大，山河美丽，山河美丽。这个美又开始拖，美，美，美，天然宝藏，天然宝藏，资源满地，资源满地。这个源最后又憋住了，源，资源，资源满地，皆极有爱，皆极有爱，工农子弟，工农子弟。非常好，千锤百炼，千锤百炼，身强体健，身强体健，精神百倍，精神，精神百倍，神，这不对了，精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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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倍，心明眼亮，心明眼亮，眼，注意所有的普通话里的词都不要把它憋住，明错了，应该是明，眼明错了，眼，眼，心明眼亮，光明磊落，光明磊落，阴阳赏去，阴阳赏去，非常好记，非常好记，高阳转降，高阳转降，转字不对，转，转，高阳转降，高阳转降，阳没发到位，高阳，阳不是阳啊，高阳转降，不是阳，是阳，最后一定是控制，阳，失去控制的字音都是错音。好的，我再念一下，高阳转降，区别起落，区别起落。好，中国伟大，中国伟大，山河美丽，山河美丽，天然宝藏，天然宝藏，资源满地，资源满地，皆极有爱，皆极有爱，中流砥柱，中流砥柱，工农子弟，工农子弟，千锤百炼，千锤百炼，
身强体健，身强体健，精神百倍，精神百倍，心明眼亮，心明眼亮，光明磊落，光明磊落，山明水秀，山明水秀，花红柳绿，花红柳绿，开渠引灌，开渠引灌，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，阴阳赏去，阴阳赏去。那这去就使劲长拖了，使劲不代表发长，阴阳赏去，阴阳赏去，非常好记，非常好记，高阳转降，高阳转降，区别起落，区别起落。所以同学们在练习的时候，第一遍的时候都是按着我们那种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校正，然后呢再正常的读。我把这20个词给大家读一下。中国伟大，山河美丽，天然宝藏，资源满地，阶级友爱，中流砥柱，工农子弟，千锤百炼，身强体健，精神百倍，心明眼亮，光明磊落，山明水秀，花红柳绿，开渠引灌，风调雨顺，阴阳赏去，非常好记，高阳转降，区别起落。同学们听这20个词，我读的是不是一样的？如果是一样的，就达到训练要求了。举例子，天然宝藏和资源满地，是吧？它从这个调值、调长、调型啊，都应该是一样的。这是我们训练的一个目的。播音主持是口耳之学，所以呢，希望同学们多跟着读，多听，多练。好，这节课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